害，我们头上戴这个不是为了要庆祝我们的元明节。什么？不是，这个是脑波测试器。错，戴这一条绝对不是丰年祭，绝对不是我们那个要做一点寿司。廖崇彦先生，他已经看不懂我们在演什么。哎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谢谢老师。旁边这两个机器，现在谁是谁啊？老跟少。那个汉典哥是右边这一台，对，我是右边这机器也不太了解。对呀，因为我最近刚出关，就是我的博士班的研究是研究脑波。哦，对，专门的，对，专科的。对，那我们在医院在做临床的这种 training 的话，我们就是主要就是看这两个指标，一个是 attention， 一个是 meditation。那 attention 就代表你现在注意力哦。有没有宪哥？现在宪哥很专注在听我的解说，所以汉典注意力一直很不集中吗？晃神呢？哎，有我现在晃神，我一用力它就会转动。对对对，专注，一起专注 ，focus。哎，有了，对 ，go。哎，奇怪，我好像汉典你很不专注哎，无法专注。主持费要退吧，他都不认真。时间接受测试哈，你们就看着我们这个 for example， 我们第一 sexy demo。心中开始诵经。哇，谢哥！哦，来啦！哎呦，谢哥要耐心哦！汉典专心了，汉典开始专注了。哇，小鹿！汉典超专注。有不要唱。那老师汉典没反应了怎么办？他真的是挂了。有了。请问我们可以出手吗？宪哥变零了，宪哥零哎，宪哥禅定，汉典来到八十了，汉典来到八十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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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赛没有反应就对不起人家。对，而且他既然把我唯一可以挡的小姐零钱的零钱，来来来，灯亮灯亮，灯打开了，来小姐，灯打开，灯打开了哈，结束结束结束，这一段精彩的表演。这个镜头，这个拉拉怎么可能有人能抵挡得住嘛？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，笑死了！你的舞蹈怎么越跳越好啊？对，因为你啊。真的吗？喜欢因为你让我有点反应，所以我跟谁对？人就这样，情感面的是要互相刺激，交流，真的有旋转的感觉。然后现在这个比赛完毕了，这个后面的不算哦，好不好？还有人说你算各位，我也要让你们好好看一下，演艺圈里面是真正有人跟人的感情互动哦。什么叫做姐弟情？来。已经爆了，破表的啦！你问他啦，孙尚义有先跟孙尚义，先跟孙尚义，先跟孙尚义，爆掉了！可以起赛后入定，我是比赛型的选手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单独约我到家里，好不好？我直接就破表。刚刚其实汉典哥他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确实是有一直被吸引到，而且他是一直很压抑自己的情绪，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压抑，对，他一直在压，对，一下子压上去，一下子压下来，然后所以刚刚可以看到他的压头一直压，所以是上上下下，对，上上下下，然后到最后真的。你已经就是已经禅定了，可能就是他龟狼能告搞，垂头丧气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拍完了，拍完，拍完，已经结束了，就对，拍完，对，然后拍完最好睡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宪哥的部分，就是宪哥的部分呢，他其实是一般般的状况，哎呦，就是这个是真的，是因为身体的关系吗？可能，请宣布一下胜负，对，好，根据我刚刚呢这样看过来是胜负，定力比较高的，的确。恭喜宪哥！这个保护伞啊！谢谢拉拉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拉拉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